经累坏了吧？来，用这个热敷一下，你会舒服一些。哇，怎么样？好温暖哦。对啊，这不用外接电源，而且没有电磁波，看你以后哪里不舒服就拿出来敷一下。我有点饿哎，有麦片吗？在柜子里。去拿。来。来，我来。学会了把沉默延长，养成种习惯。嗯。就这样，谢谢。成长，没所谓的感伤。我太好了，我可以吃了。我电话响了。